啊，闲收闲收。他大爷现在很忙，给他的朋友们炫一下。哎，你看，妈妈正好告诉他的弟弟说，我们来了，这里特别漂亮。来逛了个寂寞。Hello， 大家好，这是我妈，丈母娘。我的妈。我们现在要去逛逛西安的夜市了。虽然刚刚下来的时候有点累，对，但是感觉还是挺棒的，锻炼锻炼，就是担心两个妈妈一会腿疼，可以找个咖啡馆坐休息。可以可以。好的，那我们现在出发。小区没电了，我们准备出去啊，跟丽娜说洗个澡，我说好的。她刚刚把水打开，没电了，小区停电了，意外事故。不好。我们现在下楼梯。因为小区检修临时没电了，谁累的话让我背啊。那就要看我们的运气了。妈妈说万一现在下雨了不能去逛一逛啊，也不打算这样上来，他会在这里等着。今晚我们是不是要坐电梯？可以哦，那里好漂亮啊。对，我们要去那边吗？我们要去那边广场，先去医院。你要去那边？对。喷泉是什么意思？喷泉，就像哈尔科夫的那个，很多音乐，开始有水。哦，有水。那我们先。你可以走那里，坐电梯。坐电梯吧。翻边拍。哦，出来了。在地上坐。哦，不是的。又是大城市的生活。车水马龙。到了西安。哦 nice， 你看它还没有到风景跟前，很漂亮，就很漂亮。 nice， 希望我觉得这个灯光让我们更漂亮一些。妈妈，我们在那边，这是一大堂，我的妈妈在前面，她是我们的领导。妈妈带路，带我们去逛逛。对，虽然她也自己不知道要去哪里，但是我们相信她。西文，哎，那里写的是 food， 吃的。我们去吃，那，哎，我们先吃饭。妈妈吃了，喝了她的红菜汤，喝饱了。那我们先去吃饭。我们来这里，这里吗？要来这儿吗？对，可以逛一逛，看一看啊。到处都是吃的 ，nice。哦，有烤肉是吗？啊，有烤肉。我们可以看一下有没有鸡翅。好，我已经看到了。有啊，鸡翅，哇，有鱼，来买。要不要吃碗羊肉再进去？羊肉。那我们来先，你先吃自己的。那你呢？你想吃？我吃烧烤。吃面。有鱿鱼。鱿鱼、鸡肉。妈妈先吃什么？不要吃了。我不饿。不饿。妈妈们为什么不饿？是不是家里吃过了？因为想那个节约钱。请，我饿了。你请客。好，我请客。不要，不好意思，希望请客，儿子请客。我真的好饿，好饿，非常想吃烤肉、鸡翅，还有鱿鱼。我很高。你的意思 ？Oh my god！ 也还吃烧烤。啊哈，有鲜的肉夹馍。肉夹馍。对，是什么意思？肉是吗？对，肉加上馍，馍加肉。馍，馒头。馒头，对。你光吃馒头？这是肉是一样的。肉是一样的啊？啊，面包不一样。感觉怎么样？这个面包？我喜欢。你也用死了，你也给尝一下。是不是非得说不要辣的？对，不要辣，只要肉。更脆，我觉得我更习惯了。那个家乡的阿玛卡卡，这么，这个肯定会上烫，不是面就是面。好的，来吃。嗯，我特别喜欢这个牛肉。嗯，故事呢，牛肉很好吃。嗯，还有很多很多肉。所以，哎，吃完牛肉是吧？ну как тебе, мам? Да, мама喜欢。
呀，我不吃。有鱼饭。妈妈尝试一下。妈妈牙齿。这都几次了几次。刚好淡淡的。那我们来吃，多吃一些。那你多吃，我们吃的已经很少了。这个是嗯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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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嗯拿回去回来可以做一个。一个帅哥说：“要不要做核酸？”那哦，你看，这个很正常。来来来，大唐风华，问一下小姐姐哪里有衣服？对，你看，你看，你看。我是告诉你哦，真的很浪漫的地方。哇哦，欢迎，漂亮。来看一下，音乐广场。味道吧，有人来。没电哦，下雨了，下雨了，还是下雨了。对，经济一站，先来个没电。下雨，我知道了，等一下。下雨了，哦，那个大烟囱。我没有，哎，好好。去到那边，累了，应该是休息一下，对。好。哦，好漂亮。下雨了。下雨了，哦，喜欢吗？不对，给你三个狗粮，快。下雨了，是下雨了，已经。这狗粮。啊，你看，我先去了你的那个 drone， 你的无人机，烦死了。已经沧桑的古城，见证了中国历史的巨变及。盛世长安的繁荣，巍巍雁塔带着神圣的使命和信念，大步走入新时代，传承文明，开拓壮丽。对，那边我们边可以哈，这可以。对，欢迎大家来自己看。西安是十三朝古都，也是丝绸之路的起点。如今，它以崭新的容貌迎接四海宾朋，再现盛世美景，恢弘画卷。来体验一下大唐风华，飞机 jump， 哇哦！对不起，我们已经没有时间拍照了，拍视频了。可大爷现在很忙，可大爷现在要给他的朋友们炫一下。我们现在在大唐，什么？怎么了？现在的风景很棒，很漂亮，对，很适合亲亲。妈妈在，妈妈走了之后，妈妈们，妈妈们，哦，我找到了，找到了什么？那个感觉，很漂亮的照片。妈妈们在这里休息，谢谢。休息一下。对，歇一会儿。我们要去逛一逛。对，我想看一看他们。好的，那我们就出发看一看。你这个就很有那个。你知道我们以前汉唐朝的时候是万国来朝，所以当时有很多西域的小姐姐，她们也来这里。啊哈，我现在也来了这儿。来到唐大唐朝贡，我来看一看。但是收到了，它很适合我。大小刚刚好。好的，可以尝试一下。等一下啊。灯光不够亮，你可以去那边。没有照一照我们的妈妈。对，看妈妈喜欢吗？妈妈的表情，说我也想来一套。
谢谢。哦。嗯哼，很漂亮。走路带风。逛了一个多小时才到。Oh、真个，真的是整个城市，你看。对。这个好森林的城市。这是对，从那边走，我以为就很漂亮了。不管。嗯。我们来的不是时候，下雨了，小心啊！不好意思，各位。下雨了，下比较大的雨。今天为什么停电？就是为了不让我们出来，我打雷闪电。那里有闪电，闪电，闪电。我们不好意思啊，大家，我们到了大鱼塘不夜城的门口，然后下大了，现在我们要回。可以，可以，但是很可惜，很可惜，明天我们再来。哎，你看，妈妈正好告诉她的弟弟说，我们来了这里特别漂亮，然后完了之后下雨了，新的衣服。你好，这是你好。那走，我们是再逛一逛还是回？真的很纠结。回家吧，明天再来，明天还有机会。那我们要走了。今天不适合。啊，大家看。正到了门口，这个啊，对，那好吧，太大了，来的不是时候，没事没事，那好了，我们走，回家回家，啊，先收先收，你太低好。为什么要当夜行呢？爸妈和亲戚聊一聊。你在批判我。你看，出来逛了个寂寞。走。